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这一仗我们打赢了，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战役，这疫情不会那么快的过去。辛苦了，经过这样的一个漫长的等待，我想第一句话跟大家报告，跟国人也报告，我们任务完成了，我们也达成了。当然我不希望有相关的传染病，但是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面对他，我们要发挥我们的社会力，这一仗我们打赢了。我想第一句话跟大家报告，跟国人也报告，我们任务完成了，我们也达成了，那也非常的高兴，也终于能够让宝瓶星号的我们的同胞们跟所有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骄傲，我对我们的团队，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真的展现了我们台湾的实力。当然我不希望有相关的传染病，但是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面对他，我们要发挥我们的社会力，这一仗我们打赢了，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战役，还有很多的相关的这些情况，这疫情不会那么快的过去。但是我还在这里特别呼吁我们国人，大家团结在一起，不要让一些谣言这样的左右，政府保证任何的讯息都会公开透明，任何的问题我们都愿意解答，任何的想法我们都愿意沟通。但是我们要求我们政府动起来，我们的社会动起来，让台湾能够平平安安。谢谢，谢谢各位。相关的指示，让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更顺利，能够更快速。我们欢迎你们回到台湾，谢谢。Thank you.
OK， 就 OK 了。